这里是尚美医院，请您立刻到尚美医院妇产科来一趟。出租车已经到您楼下了。请问是徐小姐吗？请跟我来。A B 型为杀阴性血，蛇妹和你同属肌肉血型，她刚进手术室，但是现在医院的血库告急，我希望你可以待在这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封腾。封腾，大老板。薛小姐为人很热情又很单纯，你说这一次帮我们那么大个忙，我们怎么谢她呀？老谢过来，支票。你太俗气了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想吧。是的，有什么重要事情？请问哪位是薛珊珊小姐？我是薛珊珊。这是老板让我送来的午餐。午餐？珊珊，你跟老板到底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我只是偶然间帮了老板一个小小的忙。珊珊，你的饭盒。珊珊，把你的饭盒。我每天都期待今天没饭盒了，可是也不敢去问要送到什么时候，免得大 boss 还以为我在讨饭盒。何况这天天都吃猪肝。我们选个黄道吉日聚会，这是封腾的大事，我们得一定办得热热闹闹的。太好了，吃了像猪一样，也没有人会看见。封腾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想法，又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孩，最重要是人家没有男朋友。你把她说得那么好，你怎么不喜欢她？我有跟你说我不喜欢她吗？待在我身边，跟我一起进城了。说你不喜欢人家，对不对？行，那我去追。金帅，你好帅啊！那我们可不止搂搂抱抱啊，我们还单独约会出去喝咖啡呢。今天薛小姐请我向老板表达，希望别再送饭给她。继续送。老板。薛小姐，我想我请秘书不是为了你服务的吧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自己上来拿。啊，全体上不好意思，那就做点事情，抵餐费吧。帮我把这个菜里面的胡萝卜丝还有这个菜里面的青椒丝都挑出来。啊，这不上
便的挑菜就可惜，我挑菜就不可惜。活着十根青天玉指，将来是用来指点江山、宏图大业。帮我请一个纯玉老师。好的。你的意思是你不假？放工假吗？你是真的以结婚为目的跟他交往的吗？你想太多了吧。那你告诉我，薛珊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？她没有，如果真的说有的话，只有一个，她很下凡。啊？陆队长，珊珊早。可不可以误会你喜欢我呀？Summer has come and passed,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.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. 一风腾这么骄傲的个性，如果我表白不成功的话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风腾的性格呀，不但骄傲，而且还狡诈。他要喜欢哪个女孩，他绝对不会先开口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那个女孩先开口。如果那个女孩迟迟不肯开口的话，那就说明他输了。你觉得珊珊她怎么样呢？珊珊很可爱呀。啊！耶！其实之前每一年跨年，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看烟火，好不现实的感觉啊！这是在做梦吗？不对，难道童话故事真的存在？这才是灰姑娘真正的版本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放个你办烟火的。我也不是故意要闯到你的地方啊！对不起，我现在马上就出。女人呢，最幸福的就是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过日子。虽然工作很重要，但这世界上呢还有很多事儿，工作还重要。我会加油的。你怎么了？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，却什么都不做。你要让所有人知道，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。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我也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感觉。我喜欢上你了，你看看我是你喜欢的吗？试试吧。你别说，你看不出来丽叔喜欢你啊，开什么玩笑啊，她是妹妹。妹妹？人家可没拿你当哥哥呀。那是你不知道，丽叔跟我说过她有喜欢的人，而且跟我很像，很难搞，但是却挡不住。接着装。行，但愿丽叔喜欢那个男人跟你一样
才貌双全。你爷爷不准过情人节，那你父母就都不过了吗？不过可能你就会比较辛苦了，因为封腾是从来不过情人节的，他父母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车祸意外走的。有些情人一年只有这一天过得像一场恋爱，而我们这一天纪念你的父母，其余的每一天我们都活得像前几年，好不好？珊珊，我爱你。我就是不明白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跟你在一起。叔叔，你够了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我承认我喜欢封腾，刚才那个吻是我主动的，我承认我喜欢封腾很久了，12年。别走。你怎么跟我说我们试试吧？我现在明白什么是试试了。大学送我的那一本《The Great Gatsby》，我看过了。那你为什么说你没有看过那本书？其实有没有看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好妹妹。我知道你对珊珊有很多想法，但是她是我的女朋友。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情。是两件事。第一，你现在知道我很喜欢你了吗？我知道。那你有可能喜欢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。Yes or no？ 如果一段感情里没有一点正面能量的支持，那坚持下去还有什么用？你刚刚说跟我在一起特别开心。这算正面能量吗？薛小姐，你怎么怀孕了还来献血呀？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？我怀孕了？你自己看看吧，你的 HCG 指数有多高？这不是怀孕是什么呀？珊珊，我们结婚吧。如果不是你怀孕了，我不会这么早想结婚的事。我不是不在意我们的婚礼，只是封家的规矩太多了，我怕你处理不来，所以才全权交给封月来处理。其实在我心中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的婚礼只是完成封家的传统仪式。我不是冷漠，只是那些都没有你重要。这个戒指是从我祖母那个时代就传下来的，他只传给我们封家的媳妇儿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封腾吗？Thank you.
成白呀？啊！哎呀，你流血了！我一直想要把你保护得好好的，我却没有给你保护自己的能力。看来这段时间你也想了很多。